獵人崛起最近在这个任天堂的游戏里面，打机的人一定知道的，是一个打机的音乐。那个叫 Monster Hunter， 那这个游戏的音乐呢，就实际上是去制作这个游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，也都是投资来最多的。那我这两位演奏家就很厉害，因为我又不打机，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魔物猎人。那他们已经是将这个音乐是将它拿出来改编了成古筝的歌。好了，那么喜欢打击人听着一定有共鸣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《魔物猎人》。